李雄欢迎啊！你这个新疆好家伙，先生来到咱梅山文教基金会，来参加咱今早江丽云老师的油画邀请展。相信大家进来一定把酒当天杯，哇！那架势啊，咱老公对这个艺术啊作用，他差点误会，我非常羡慕，一定是来喜欢江丽云了哈。那么现在这种展览，那就是真久了。啊，邀请就江丽云老师讲，一定爱国来咱基金会，甲你最近这段时间啊，所为这为作精算啊，精算三十一件。那么伫顶个月、顶去年啊，十二月份，伫南华大学，应南华大学的邀请。这个展场也足大，啊，一百号的，哈，偌大家拢有，啊，伫遐展出。那么，南华大学校长、各院长、啊，各系所主席拢总到，哦，大家拢非常，啊，咱就讲，看下讲，哇，遮尔迄个优秀的这款画作，就当进入南华，啊，大汉来展览，哇，因的书生，啊，拢展示的迄个艺术。啊，迄、那个教育迄个氛围。那么今仔日咱个贵宾真难得，我想拢个互董事长来介绍啦。啊，有几位也是欢迎来，啊，我较熟，我介绍。欢迎管政府退休蓝参议，啊，金法家，哦，无简单嘞，来请坐，请坐。啊，名书法家也是名诗人，哇，无简单。啊，陈良普大师，他说我，有一个陶艺教室啊，伊到来，无简单，无简单。啊，伊外遐贵宾，我就请董事长来介绍了哈。啊，今仔日这个展览，你开幕式进行是是请来个江丽云老师上台的呀，感谢大家。来，讲正面，请他一道。来，请了观光局长。局长，来高将的，文化观光局局长，给咱奖旗哦，啊，今天这个嘉宾，给咱特别看的哈，来给咱祝贺。我主任，你我去头前去。江董事长，江董事长啦、啊，来，江董事长，好好。在其他的家当时就来第三名的首先谢谢基金会的请示院长今天的展出者江理事长我们嘉义县文化观光局的局长许局长大年很忙了哈，要到处跑，特别很重视我们这次的江丽云的油画展特别感恩，谢谢我们的许局长各位长官、各位贵宾非常欢迎各位莅临梅山文教基金会参加今天江丽云老师的油画展江丽云老师她是我们梅山人梅山的女儿她在105年在我们基金会有展出那时候的展出就让大家相当惊艳那上个月在南华大学展出他们的
南华大学校长、副校长啊，还有很多的艺术主任啊，都都很赞赏这个啊江丽颖老师的啊油画展出。许局长你在这里，我想有机会的话要请我们江丽颖老师到我们民雄啊演艺厅的展览馆演出哈。展出了，哦，不是，他也可以表演哦。那非常好，欢迎各位哈。那江丽颖老师他在国中的老师，国中的时候就是蒋清龙老师教的嘛哈，所以那时候就起有一点点对这个水墨画很有一点兴趣的。但是真正投入到绘画大概只有25年的时间吧，25年前开始画水墨，然后画山水，画这些鸟类，那再来拜师学这个油画，那他的油画进步相当快了哈。那我们的江老师不但是一个美女哈。她也是一个才女啊，她能够这么成功哈，这个要感谢你老公啊，江良宝哈，江董事长，因为嫁给这个老公哈，老公虽然不会画图，但是老公会指导吧，老公很会指导啊，哪里画的需要改进，老公都会指导一下，要求很严格的。所以这个老公出这个高徒相当。那实在讲江老师算很幸福的能够嫁给这么一个老公他的才华才没有被埋没他的才华才可以在后来表现出来好，等一下我再请这个我们的江老师再跟我们介绍。我先介绍今天的一位贵宾哈。好，我们嘉义县文化观光局的许游人许局长。今天的展出者江丽颖的老公没有江董事长哈，大家没有看到。不能看到今天的话好，我们基金会的荣誉董事长郑建昌，我们基金会的第六任的董事长好，我们眉山的女儿王琼林王教授，王教授最近他在全国的知名度相当的高今年要来嘉义好，这个等一下局长再介绍一下要到嘉义表演，我们局长很支持的，不然这个费用要花很多的，他特别支持才有办法，支持眉山的、这个两出戏要花百万谢谢当然先我们今天的展出者江丽颖江老师基金会的常务董事简茂兴简校长眉山的书法大师吴朝熙老师得到日本大赏奖的再来介绍这位云林县的书法协会的理事长谢永泰谢理事长再来介绍嘉义市那个书法协会的理事长王志文老师的理事长再来我们许执行长的哥哥许应章隔壁这一位是谁我不等一下你介绍好，那我们的志工那个王老师基金会的顾问许良行许先生
老师工队队长张玉荣张老师。梅山乡调解委员会的主委啊。对我们梅山贡献相当多，付出几十年哈，我付出才没有到几十年啊，再来介绍这个，基金会的志工哈，也是顾问，这个翁老师，翁茂远翁老师，欢迎欢迎，谢谢啊，再来大老婆哈，再来继续，杨永元教授，你来了。哦，这个杨永元教授是我们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系主任。我们没看过。那个杨永元教授，来，杨教授，你来调解，调解起来。来，杨教授。林老师一起来，我来，林老师我来，林老师我来，站起来，林老师你先，来，杨教授，好，有，再来接，梅山的你哦，王秋年王教授盖小北文，来站起来，站起来，张老师，教授真的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这是我们梅山之光，好，在我们基金会的，荣誉董事林宗佑，好，掌声欢迎。太快乐。这个要特别介绍的一下哈，他上个月才完成登玉山100次，全国百越也都爬过了，各位要爬玉山都可以找他，他已经带各位上去，没问题。好，基金会的摄影社社长兼我们的常务董事啊，大家好。基金会的志工啊，吴长宏，吴长宏先生，大家好，大家好。基金会的执行长啊，李希燕执行长。基金会的监事啊，王国平，大家好。基金会的监事，兼那个梅农村村长刘文科，还有我们荣誉董事长的公子哈，沈正杰啊，还有我们许执行长的老婆梅西丽啊，梅西丽也在这边展览出过啊，好，我们基金会摄影社的老师哈，何燕姐何主任。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基金会展出摄影很多次的哈，那在这个何主任的摄影，其实把嘉义拍得很美，奇迹这样。有时候你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我们的何燕姐何主任拍得很漂亮，好，可以借用她的照片，好 ，OK， 好，那我想再请江理事长，讲话之前，我想请贵宾哈，先跟我们致辞，鼓励一下。来，首先请我们的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许局长来多一点哈。哎，后边第一个小友走了，红包的。我想我大家也无哦，个陪哦哩。咱这个梅山基金会叶董事长。咱大家还有比今天电脑的这江丽颖老师吼，陈康林江董事长，还有王琼永教授，啊，姐姐，咱梅山的乡亲吼，包括许执行长，包括咱这黄志文老师啦，啊，这刘文科村长，这个较熟悉啦，其他较歹势。那么大家新年恭喜吼，我真欢喜，我就咧甲董事长讲，伊是阮的祖先，就是迄个梅山太原太。太原较早要种植足困难，迄个担吼，咧担担担也扛袂在，一挂树来无小心就拢踩山脚啦。后来咧，阮阿嬷搬去德桥，伊妈去，我住伫遐讲好，迄边呾呾，对咯，迄个房子会过来靠汗水个会有啊吼。哎，阮老爸阮老，愈搬愈深山，
我伫大武国小，我读平林分校，平林分校。我细汉咧读册，我行点半钟，来回三点钟，三点钟，不可思议。过去阮咱后大埔，若要出来外口，拢爱行到文水咧，文水在中埔文水，后大埔行到文水，即摆大家坐车坐到头壳公车车，遐行，大概半个钟头。所以，我想要讲这段，就讲咱其实咱嘉义眉山哦，咱的人文荟萃哦，啊，大家拢是辛苦，啊。创作较好个这个文化条件。那么，另外黄忠老师，我今年顶下伊嘛请客去来拜我啦吼。啊，我伊咧讲预计这吼要演出，我啊，伊董事长嘛有来啦吼。啊，我就马上甲答应。你看，咱虽然家己吼财政无较好，但是咱该做爱来做。所以大家知影，我其实去年甲咱嘉义县的画家出到侪册啦，我最爱出册吼。过去我伫文化部，我其实来做出做来出钱。咱办活动一场，大概开几千万，其实大家拢讲还无留下东西吼。啊，所以啊，若是做文化馆着着，以后你从你若退休，人会去回想嘛，你伫遮做什么个？就是看你会出来出得去出偌济啦。去年你看迄个王文志老师我也出啦吼，啊何明忠董事长我嘛出，最近要出的迄个。李国忠老师的出料，啊，各位迄个啥，好几本。魏山龙嘛出料，啊，头一家这真济。我所有人讲，各家的师傅啦，绝对讲，我家管啦，出家你啦，无错。啊，其实唔是讲明白，迄每一人每一人想。啊，老师所以讲，那眉山呢，其实，起码咱包括咱的茶艺也好，吼，咱遮沿路遮的吼，水好水利，你确定啊？看了我了了，我去谈迄个咱较早海基小局长啦，即摆海基会处长李正义，伊是咱梅山街的人诶吼。啊，所以看了我两个见面，了了出来去随意，伊嘛出一旁啦。我即摆做文化馆局长，我是咧做导游，哈哈哈哈哈。即个进前迄个我们当初是靠近两，靠近就来随意嘛，我甲招待吼。啊，昨迄个陈吉彦长去高雄去亲戚伊嘛。伊真了赖我，伊嘛来咱家，伊嘛是我甲接待吼。就是讲，咱来有较济人来了解咱梅山家义十八乡镇的水啊吼。啊，政府啊，我嘛去把迄个公共电视跟华视董事长，啊，请咱无茶位吼。因早间卢家军嘛是钢琴家，伊小提琴，嘛来安排要来大埔。所以讲，我希望咱梅山文教基金会甲当时在交代，翕相，其实我嘛做爱翕相梅山吼。咱国内。影像的在张兆堂，摕到行政院文化奖，你也发真好。哦，包括咧新港有一个刘振祥阿祥，迄维门舞集后台，迄就是，迄嘛咧是，哦，我嘛咧也袂合作。甲包括台中的吼，江董事长更较熟，这个江迄、那个曾敏雄，吼、哦，台南市林伯良，哦，所以咱一寡只，包括蒋正龙老师讲。江董啊，我若有机会来办一个纪念展，我感觉这真好，对我来处理吼、哦。感谢你甲我提醒，所以今仔日新春啊，开始我搁较济，但是总共就特别感谢咱迄个董事长来拍鼓啊，一个。应该是肯定的，肯定的。啊，所以咱也当表现与咱江老师是咱眉山人吼，哎、哦，咱电脑与咱教授伊本身听讲书法嘛写真好无。我也有学文啦吼，所以真欢喜，啊！而且要祝大家这个虎年行大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的，感谢大家，谢谢。我很感谢咱哈，我那公安局那个徐局长哈，伊是咱眉山太和人，眉山太和含以前的太和，即摆无同款啦吼。哦，恁的文化，恁的观光哦，生态，另外太和做水的，吼、哦，哎、欸，太和今晚是干阿无业传人，交通真正人会衰。我三个囡仔读台北一线，拢总是太和林彦华的学生。林彦华以台湾基一关，咱基因治疗啊，在吗？以专咱台湾的乡里啊，所有台湾要做什么基因治疗的实验、人体实验，一定要经过他。你那为啥呢？叫做林彦华。他本来，伊照你讲的，以前伫泰国，大家拢做善，我都读书，所以伊本来是姓泰，
师大化学系，啊，后来去台大化学系了，才有法度走在这个医学的尖端。太有一个王村长的后代，王丕建过台湾规划了。哦，对，咱梅山人江建水，哦，伫林口迄挂人真规模真大呢。哎，江清水叫做水化人，嗯，就水化人哈、哦。那我们基金会今年周年庆的时候，要邀请他到我们基金会来展出，哦，他在林口哎文化路很大的画廊，哦，哎，啥系动脑啊准备大画廊，好、哦，江清水很热，哎，我们基金会哈，那、哦啊、是我们梅山人共同的基金会。所以我们的活动哈、哦，也很多哈、哦。那下个月基金会要跟这个台北十大福人社跟财管法人肾脏病啊、哦、基金会合作，为梅山人的健康做筛检做讲座啊、哦。那四月份我们在办理一个这个我们全乡的音乐会的活动，所有的啊、哦、学校跟我们的社团。都参加这样，啊，啊，哎，我们基金会在我们梅山要发展很多的啊文化啊，包括哎我们元宵节大概每年都会有元宵猜灯谜的活动，哎今年如果疫情还平常的话，我们会在哎照常举行的哈，户外的，除非疫情严峻啊才会考虑哎停止啊。好，那我想再来请我们的师大的杨永元杨教授，第一名，哎，请先讲。一下，咱们梅山之光嘛，哈，咱师大的以前校长哈，简茂发简校长啊，在当师大校长的时候，咱杨永元教授就是他的秘书，哈，哎。好，那简茂新校长就是简茂校长的弟弟，好，好，来，杨总，基金会董事长，还有我们前董事长，许局长，还有江董事长潘立贤，还有我们今天的女主角，还有各位先进各位女士，那刚才董事长介绍啊，我是没有错，我之前是在台中师范学院，那时候是。简茂发校长，当校长的时候，那我跟简校长住在一起，我就住在校长的宿舍里面，他每天操编我早上5:30起床接他跑步，那晚上接他的电话，有时候因为简校长的人非常的正直，所以有时候处理一些事情上面呢，有容易这个上气的时候，这气容易上来，我就跟校长讲，校长晚上不要生气。那这样一年啊，那之后我就回到系上到美术系。那这在国中的时候也是简茂新校长也是指导很多，所以我恩师。那我后来到因为在台中教育大学念书之后啊，那教书之后，那简校长就跟我讲说，你将来如果在学校教书啊，你最好还是出国去念个学位回来。就是后来我到英国伦敦大学，念的西方艺术史。那回来之后还是在台中教育大学一段时间，后来才到台湾师范大学的母校。那这几次回来，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们董事长特别照顾我，我只要我在场，他就指定我要讲话。那我也真的是很认真的思考我要讲什么。那今天非常高兴看到江老师的作品非常的好啊，我必须帮江老师讲一句话，就是他的作品的层次。非常的漂亮，非常丰富。我们通常在看油画哈、啊，就是大家要看到这个油画的层次的肌理，我们是肌肉的肌，道理的理哈，肌理的丰富，还有色彩变化的丰富。那这个在江老师的作品里面成就都很高啊，特别是有一点，我觉得也是蒋老师的关系哈、啊，蒋庆老师的关系。这里头我觉得他的中西合璧的精神非常的好，像我们是看到这几幅画哈、啊，这个在油画里面通常。不太容易画啊，因为你要把国画的这种空灵感觉用油画表现出来，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因此我们在怀念蒋老师啊，就刚才我们局长也讲了，蒋老师其实今年是百岁年诞，今年2022年，
那我们本来有在想说是找蒋老师的门生啊、故旧啊，这基金会写一个怀念的纪念文字哈，出版一本纪念集。但是刚才听到局长讲，有在规划帮蒋老师也办一个纪念展，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其实，在去年的年底哈，我在台湾美术馆哈国美馆的一个会议上，我是他们的咨询委员。那我有提议啊，当时把提议蒋老师做一个纪录片，这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基金会出的，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美术馆的一个位阶，那其实也进了啊这个名单，但是最后那局长啊，这个梁伟局长他的考量是说，在世的艺术家几位，那已经过世的艺术家几位，那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蒋老师今年是我们的工作功亏一篑。就是进到他大水库里面，那将来随时都有这个机会再被挑选出来。所以假如说借着将来有机会，我们在嘉义县文化局来当蒋老师办一个这样的活动，我想这是奠基的工作了，这是越来越成就会越来越好。那所以我想这眉山没有错，人文荟萃。我以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哈，比较少有机会到眉山。那前段时间我到眉山走圣山啊，在朋友的带领之下，我都觉得非常的棒。那甚至今年的梅花季节哈，其实我是默默的拍了很多，就欣赏的董事长的摄影作品，还有杨长典校长的这个作品，我非常佩服。但是我是不同，从梅花还没开到盛开到凋零之后我都拍。我觉得梅花的美感其实是更漂亮的哦，这个毫无疑问的。所以我想起蒋老师以前上课在想讲他画梅花的心得，哇，他那个手的姿势在比，哇，那个声音，我觉得非常的生动。所以我把这样的一段东西寄给一个大陆北京的清华大学的一个朋友，他佩服的不得了，就是非常的棒。所以我在想说，将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策划我师大的同仁到我们梅山的公园或者深山哈去写梅做一个活动，这个我都非常的乐意来推动啊。我想等完了之后我们来办。好好好，对，我要办很好。现在就一直开就对了。然后我在想说，我焦老师的作品哦，可以想象啊，在我们这里很温馨呐、啊。我们这么小而美的一个展厅，这么好的相亲哈、啊，那作品看起来很有味道。那假如说给焦老师更大一个空间，就像南华大学，那当然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也期待说，将来哈，我们这个成就条件越来越好的时候，旁边还有空地，我们旁边如果有空地可以做一个展厅哦，这个长远规划的话，应该是非常好。我相信有更多的乡亲可以吸引到我们这里来看一个展览，所以我们很敬佩、很佩服我们前老板董事长，把梅山文教基金会哦带向这个全国知名度，不容易啊，业绩非常的亮眼，非常不错。所以在这里我就谢谢局长，我董事长没有台湾客气，谢谢各位董事长派的。好，很感谢我们杨教授，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支持，他给我们 idea 给我们一个方向努力好。再来我请咱黄小林黄教授来。好。哦，他要走，那你请江良华江董事长先啊。董事长，这个上面大家尽量恭喜哈，因为我们局长要赶场啊，我这边他今天还要再开一张支票。我是怎么回来这个家乡啊？这是我们今天我从我的哥哥开始哈，就二十几年，真的我很惭愧啊，我当了七八张的那个七八届的顾问。那今天我想在那跟我们局长一个请求，我们基金会真的太小了哈。所以我想说，现在我过去在花莲县也租过任两过几个国中跟国小，我是很想请局长呢，跟你们借调梅山国中三个教室，给我们当梅山基金的分管，我想都是最简单的，因为现在资源教室都在前置，好，所以我想我们局长给他鼓掌一下，尽力兑现。谢谢咱江董事长哈，感恩。对不起，所产生的经费啊，所产生的经费，咱江董事长都要尊重的。江董事长在上一届我们江理事长在基金会展出的时候，
我们江口市长就捐了90,000块给基金会，好、哦、发展。江董事长他在特别是在这个、哦、台湾的环保教育这一块、哦、做得相当的出色，帮政府做了很多的事情、哦、在环保教育他是财团的人、哦、这个龙兴环保、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哦、那我们江毅老师是这个 环保基金会的执行长、哦那我们的江董事长告诉我说，我们梅山文教基金会可以跟他们这个财团法人哈、哦，这个荣兴教育哎环保教育基金会合作，哎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哎这个协助的人员的话，一年补助我们500万、1000万都没有问题，啊、哦哎，这个我们基金会要努力的哈、哦，好。哦，好，谢谢。啊，再来，请王琼敏教授来，哎，来，指导我。各位长辈，好，各位乡亲，各位长辈，啊、哦，我是王琼敏。伫遮我先甲咱迄个董事、叶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文管局局长致谢，因为我变的是哈，第一遍来咱嘉义演出是迄个《美人尖》，大家有印象吗？有印象，啊，几当前呢？10当前，啊，现在10当后，哦，感谢咱的局长，哈、哦，真的是深深致谢，因为从啊答应咱的戏，咱梅山人的故事，梅山人的戏，啊，一样是迄个台湾豫剧团，哈、哦，王海玲，啊、哦，咱的国宝王海玲来演出，啊、哦、啊，而且是演2场呢，2场。哦，咱局长答应予咱梅山演出的这2场，上少爱100万啦。所以，哦，我伫遮阁向咱的局长深深致谢。我是感觉咱拢梅山人，我是梅山的子弟。哦，我食梅山水，咱食梅山米。哈、哦，咱伫遮大汉，吼、哦，咱遮侪校长，哈、哦，啊，咱侪长辈，哈、哦，你上，哈、哦，罗先生。哦，咱遮侪长辈甲阮栽培大汉，啊，所以，哦，咱一切真的是有这种故乡的感情，哈、哦。所以，我的戏就是尽量要把咱梅山的故事吼编出来、写出来，啊，引进来演出来。啊，一场戏，啊，就是背后的制作费将近拢爱500万左右。啊，所以咱这边诶演出的部分，咱好就是整个咱县政府就这样支持啊，感觉真感谢。啊，伫遮我向各位乡亲报告哈，咱。啊，我是感觉真正是很，我是洪灾会的人，吼、哦，我一直感觉足感谢的吼、哦，啊，所以咱认真会将咱梅山的文化、梅山的光彩，甲表现出来。啊，2月19号中里河，啊，迄、那个六堆300年客家诶音乐剧，嘛是我编的。2月19号，啊，伫迄个高雄卫武营要演出，特别搞，哈、哦，啊，即迄个客委会已支持。啊，其实我袂晓讲客位啊，不过就是说他们信任我，你讲啊，会当一个婚礼，哇，哦，真的，太好了，一定要邀请您去哈。钟铁明过世了，好，而且钟礼和的故事，而且已经都就是马上要演出了哈。啊，另外就是韩非、李斯、秦始皇、古尼不乃迪国家戏剧院就用我编的昆剧。啊，就是因为疫情，啊，今年我那边在5月能够开始演出，啊，就是总而言之，我们很努力，把咱精彩的历史、精彩梅山的故事，尽量不敢下载，希望大家支持。啊，另外我这本小说今年我那会出版，啊，823，啊，遗孀寡妇的故事，浪漫家己的故事，啊，所以这个也要再拜托局长了，啊。咱823，我写过《戴香花》啊，《龙井》啊，的故事。啊，今年啊，又出版迄个差不多4个遗孀的故事，我都得写小说啊。啊，在这里向姐姐致谢啊，就是我今天来看，发现人生更加的美好，色彩这么样的缤纷啊。我们梅山文教基金会这么样的努力，就
就是我的靠山，永远的靠山。谢谢大家。教授啊，王嘉敏教授，哦，不只是我们眉山人，不只是我们眉山之光了哈，啊，提升我们，不只提升我们眉山的啊，艺文素养，还提升全国的艺文素养，这我感动的受的啊。哦，过来，请有我们贵宾要甲咱鼓励一下，啊，无咱即马来请咱江丽云哈老师来，好、哦。班长、局长，还有教授还有校长都有，我们原地来的云林的贵宾哈，刚刚董长介绍过，我就不一一再称呼哈。我要说，回家的感觉真好，就是回来相亲的感觉，就是很热情，好，这是我真的。感受到的，尤其是董事长了、啊、我这一次是董事长知道我在南华展，他就说那你没三枪再回来展，我就好，我就说好，因为都是自己的故乡，所以我就一下子就答应，没有第二句话了哈。我一百。我刚105年回来展过一次，啊，因为这次是去南华，虽然我们这里是有比较小一点的，可是那个感觉还是很温馨，啊，所以，我这一次的展啊，大概就是刚刚我们教授，艺术界的教授，大概有跟我稍微提到哈。就是有东西后并入珠分，好，大概这就一种尝试吧。我跟你讲，有的跟我讲说啊，你希望上面写字会不会觉得怪怪的？不会了哈，教授的指导。我这一次是有比较多元一点，好，山水，那就是舞动。我的强项，我刚有讲，我的强项是舞动的部分，就是那个力道的感觉，我喜欢画那种感觉。啊，雨的部分是因为我儿子演了很多这种雨，啊，晚上没事我就会去看他在游动的那个，所以那种游动的也是有他的力道的。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个是我彩带这个部分是我。最近在接触蓝染哈，就是染那个布，啊，就围巾啊，中古类的，对对对，蓝染我最近在玩蓝染，因为我们环境教育基金会就是植物染，就是专是环境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这是我的工作，大概是这一些了，嗯，很高兴那次又回来。谢谢大家，那个过年哈，百忙之中，还好回来参加这个啊谈老师，那就是相信大家先见面那个感觉，而且有很久没见的我的老同学，呵呵他们都来了，很谢谢啊，感谢大家，谢谢，祝大家新春快乐，虎虎，今年是虎年，虎虎生风，谢谢。云林县政府南昌里，他这块来参加江丽云老师的这个，来，刚有介绍啊，云林县政府参与退休的啊，蓝文宪蓝大师，他做的诗啊，符合我们江丽云老师的掌声。你不是套进去的家。
新年恭喜哈，刚好在这个时间来这边参加，你们江老师的那个展览，看到刚才也看到我们梅山系的人人荟萃，佛甘丹有力哈，我们江理事长是我们云林县的左水溪书画协会的第十任理事长，我是第五任，第六任是谢美赞，拍到婚礼吗？媳妇婚礼哈。他也打到全国各地，所以他子弹都很热，而且他的画等等已经闻名中外，祝福你。所以我特别写了，刚才大家报告过之后，我就说好像没有写错了哈。舞动云彩，舞墨展云江，眉山陪一家哈，那个我要那个押个韵哈。洞豪长流水，静观唱风华。不来，云散青天景，江清也不暇。啊，采光人气旺，福气乐心雅。祝福你，刚才叶理事长说。我们那个两江，我的江不对啊，他要讲幸福，还真的是幸福，但是他不是幸福啊，我也是幸福，那个我幸福，他真的很幸福啊，祝福你，谢谢。好，谢谢我们云林县的书艺协会的前理事长哈，我想今天等一下哦，各位就细细品尝。那我们江老师在这边会跟各位导览解说好，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莅临啊，非常谢谢啊，祝各位新年快乐啊，身体平安万事如意，谢谢各位。欢迎大家到楼下体验空灵谷，欢迎大家到楼下体验空灵谷。